哇，这么多饼干！哇，等一下，这个是给你们做这个糖饼屋的，因为圣诞节就要到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信心做成一个糖饼屋啊？没有，70%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谁做的是最好看的，怎么样？先把这个饼干放到这个盒子里面来。哎，我们先抽主体，房子的主体。嗯哈，乐乐先抽，抽多少个啊？嗯，都可以抽嘛。嗯，抽一半。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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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就是乐乐做主体的，剩下的我就全部拿走了。啊，剩下的就是西西的。好，哇，好多呀，孩子好惨，那也好惨啦，一点都不惨。你看，西西的是这些，乐乐的是这些，乐乐好少呀。好，我们再来选这个房子的屋顶，一种呢就是长长的，像手指饼一样的，另外一种是蛋卷来这个房顶啊。来，我问一下你们，你们要左边还是要右边？等一下，剪刀石头布，谁赢了谁先抽。剪刀吧，右边。你要右边是吗？好，右边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蛋卷。嗯，乐乐用蛋卷来做屋顶。然后西西呢，就用这种像手指饼一样的这种来做屋顶，想要植物，还有这个装饰品，一种像砖头一样的，一种是巧克力，叫左边还是要右边？左边吧。左边，哎，石头味，很好。我们乐乐的就是这个巧克力，来呀，巧克力也很好，告诉你说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两个装饰品，你们要左边一包还是右边一包？乐乐选右。右还是右是吧？嗯，好，这包装饰的，然后西西的就是这一包，还有一个彩色的装饰，这个也是彩色的装饰。你们要左边还是右边？西西，右边。你为什么都是右边？乐乐都是左边啊，乐的是这个，还有一些小的装饰，这是一个眼珠子，好搞笑呀。好，这个就随便挑吧。你们要左边还是要右边？右边。你要右边是吧？好，那我们的这个右边就。就给乐乐，你的眼睛也给你，眼珠子，剩下的就给西西。嗯 ，OK。哦，还有一包棉花糖，你们都可以用吧。啊，就这么多啦，比赛开始。一号。嗯，对，然后我们用这个糯米浆来做粘稠剂，做它的水泥浆啊。嗯，第几页要做？可能直接在上面做都可以，我感觉。这上面做很容易塌。西西先用两块做它的地板。你怎么就吃上了？你们两个，给它掰断。咦，小心不要掰碎了。掰碎就完。哎，这个，哎，对，那不是刚好吗？这是它的水泥浆。我看一下西西他用什么做主体？他用这个饼干，威化饼干。我看一下乐乐，乐乐还是用这个大大块的饼干。哎，好难粘啊，好烦哦。哇，西西做的真的是像建房子一样哎，那个一砖一块一块的往上垒，原本就建房子，嗯，就是建房子，现在给它铺上水泥，你要开始在切这个砖了。哎，乐乐他是应该改为蛋卷了啊，你竖着不是更好吗？乐乐，竖着？哎，对呀，竖着他就不，你这样子那垒得起来吗？垒可能垒不起来，可能要竖着。只是这个威化饼干材料可能不够哎，因为我是每一种都买一点点，每种买一点点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乐乐小朋友就在这里吃啦，我都不知道是建房子还是吃房子。吃饱。等下你把材料都吃完了，我看你用什么做。哇，我觉得你做的，哎呀，太搞笑了。嗯，我还是喜欢看西西做的。这个你看超级好的，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做的也很好。来，乐乐朋友小朋友做的也是超好看的啊！你看五颜六色，是不是？不如我们。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每个人都做的很好。这是你的小木屋吗？小木门。乐乐他去写作业了，我来接替一下乐乐的位置，做一个小糖饼屋。不要做，太丑。我做的可能是比你好看，你赶紧写作业吧。还是用这个来做主体，好香啊！这个饼哦，蚊子好想吃啊。所以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乐乐老师，所以就知道为什么乐乐老师偷吃这个饼干。先给大家涂上一点小水泥。我这里就没什么技巧啊。有啊。啊？门应该面积大小。我的没有门。好的。
我那是没有门的小房子，服务门的。看我的主体就已经弄好了，我现在开始做那个屋顶。屋顶的话，我就决定用这个黑色的蛋卷来做屋顶。啊，我借了西西的两根这个做房梁，可以搞一本。看床给它咬掉一半啊！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屋子好不好看，好像是有一点点丑啊。然后再看一下西西的小屋子，哎，你的屋顶是平的，你搞个斜面的屋顶吗？先给它钉个进去我。你这个住的好像比较放心哦，我的住的就提前掉的。你已经倒了啊？不会吧？就倒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又要重新做。哎呀，真的太惨了，我要重新做。修一下还是可以，再给它修一修就行。看，又修好了，我现在给它做一下装饰啊，然后给它装饰装饰，都是我偷西西的，光明正大的拿，不叫偷啊。看我用这个圆圆的饼干做它的这个假窗户，先用我的成品给大家看看啊，这个。哎，还是挺好看的吧，趁它没倒之前给大家看看，等一下可能它倒了大家就看不到了。来，再看一下西西的，西西正在做它的房顶呢。哎呀，你做的太精致了吧，你看它还有一个门，哎，有模有样了哦。然后旁边再搞一个，来搞什么，搞个小桌子，这勉勉强强可以吧。哦，这个是什么桌子啊？这就是它的桌柱。嗯，然后它在这个是个角在装，是个柱子，这个就是它的桌子了。你看这个桌子好逼真呀，还可以哦。哦，这个鸡蛋放在这里可以吃。哎，还有一个戒指，你戴看看，真的是可以戴的耶。这个软糖像一个戒指一样，把这个爱心贴在这个小房子。哎，往下滑的它。你要左边再贴一个爱心。我们一起往下。哇，双爱心，好好看哦。你看你的小茅屋。我的就是那个小茅屋，上厕所的那一种，好过分，免费大便五元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现在西西给他铺上些小石子了。好，这个就是西西的缩写 X。西西，你的圣诞糖果屋就已经完工了，来介绍你的房子啊。首先旁边有两个对联，然后中间有扇木门，然后二楼呢有个小屋，有个小桌子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烧烤，旁边还有个蛋黄。我的小房子就这样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顺便帮我的小房子也圣诞介绍一下怎么样？首先呢，我们来介绍这个新型小茅屋。小茅屋不但没有人，不但没有门呢，还没有窗，就连下雨的时候都漏雨的。漏雨吗？漏雨吗？漏雨的，真的是会漏雨，连个门都没有。好了，接受。好了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